我这该死的胜负欲。你不总说你吃啥啥不够，比啥啥都输吗？就你这么佛性，还有胜负欲？别的事就算了，这吃这事儿我可不能输。你看我这朋友圈，我这同事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一个个自制便当的热情可老高涨，你就瞅他们做着饭，色香味俱全的，我可不想输。在吃这方面你还能输啊？你不是妥妥的吗？那我是美食家，我只会吃，我不会做呀。哎，就这个，你看我做这饭团，我给他拍照的时候还得用美颜。这个我那同事小李子做的，人家做那饭团不开美颜都惊艳，而且那叫一个好吃。怎么了？人家请你吃了啊？请了，但他说了没有项目。为啥呀？他那天带了六个饭团，这么大一个，他说请我尝尝。过了一会儿，他让老板叫走了。他一回来，造了五个。那人确实不能在这里吃。哎，真不赖我，他做那太香了。我吃到最后一个的时候，那饭团都有点凉了，还是那么好吃。瞧你这没出息的样。但是我也没让小李子饿着啊，我把我那饭给他吃了。我又上那同事那块蹭了点菜，他那个菜油不大，但是还特别鲜亮，还挺有滋味。行了，哈喇子都淌过河了。他们这一个个怎么突然做饭都这么好吃呢？是得到什么秘籍了呢？做的哎，这颜值又高，还色香味俱全的。我怎么才能做到他们那样呢？我也不想输呀。来到演播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营养专家于仁文老师。大家好。刚才啊，这个胜负欲爆棚的小年轻哈，其实不错。你看人家想自己 DIY 工作便当，人家比我一些年轻的同事强多了。我的年轻同事啊，工作到大半夜，完事只想去点外卖麻辣烫啊。但是他有难题啊，自己也解决不了。你看啊，做完这个便当，饭也坨了，菜也变色了，你就这么一坨一坨的搁那看着，感觉自己输了。我们直播间也有朋友说呢，自己最近呢也是开始带饭上班了，不过和之前那位朋友一样，那米饭一到中午又没个好了，也就想问一问呢，这做大米饭有啥小秘诀吗？既能维持营养和美味，颜色还好看，这里面是有窍门的。嗯，那您赶快给我们说说这个小秘诀吧。做米饭加点油。啥？做大米饭还加点油？在蒸米饭的时候呢，稍微加一小勺稻米油，那么在蒸完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粒粒分明，弹性好，而且呢口感也特别香。那于老师，您说我加点别的油行不行？比如说加点豆油。那我问你了，米饭加米油好呢，还是加豆油好呢？听起来感觉肯定是米饭加上米油可能会更搭配呗。稻米油呢比放豆油更搭，而且呢在稻米油当中含有谷维素。谷维素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维生素，它主要是呢在米皮和米胚里面，它可以改善植物神经，可以改善失眠，改善更年期症状。另外稻米油当中含有植物甾醇、维生素 E。 植物甾醇呢有助于帮助我们清除体内过多的胆固醇，那么这些呢在精米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容易损失，因为稻米油呢它取自于新鲜的米皮和米胚，这样的话呢它还原了米的营养，补充了精米饭当中缺乏的一些营养素。而且适当的加一点稻米油呢会很好的改善它的口感，避免呢米饭放凉了以后全都坨到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米饭啊配上点米油，不光口感好啊，它可能把这个因为脱壳啊丢失的营养可能通过米油也都补回来的，是这个意思吗？对，蒸饭加米油营养全保留，粒粒分明，冷饭也好吃。金龙与谷维多双一万稻米油啊，您可别误会，这双一万呢可不是价格，而是它里面含有的营养元素有两个一万，谷维素和植物甾醇的平均含量呢同时达到了1万 ppm。 这么个双一万，怎么样，这金龙与谷维多双一万稻米油还原稻米营养精华，您吃进去呀，那妥妥的就是口味营养的双丰收。哎，刘老师，你看啊，这第一关咱便当这关过了哈。那有一位朋友说了，说做菜老是掌握不好火候和油量，而且做完菜呢一点儿也不好看，那怎么能做出来的菜哈就是绿油油的，你感觉就有食欲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水油焖菜，它做起来呢也特别简单。那么不粘锅里面呢放上100毫升的水，放上一小汤匙的稻米油，然后呢水烧开了以后把菜放进去盖上罐，这样的话呢在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之内菜完全可以成熟了，也没有过多的水分，出锅之前稍微放一点盐就可以了。这种做法呢因为没有大量的水，所以说蔬菜当中易溶于水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更多的保留下来。喵啊，感觉自制营养餐瞬间就简单了。记住了，记住了，我还编了个顺口溜呢，于老师您听一下啊。
做米饭加米油，香香亮亮味道优。绿叶菜水油焖，好吃好看，营养还能多保留。我这些食材已经都准备好了，我马上就要做出全办公室最棒的便当了。怎么样，明天中午我带的饭能在办公室夺冠不？